今天我来夸一夸我种的毒芹草，芹菜的芹，开的花呢是这种伞状的哈，很漂亮，白花。但我没想到的是它这个长那么高啊，有1.4米吧，差不多快到我腰胸口了啊，然后这么大一颗就长这么大。这花呢像胡萝卜，但是呢这个你看它会有茎匍匐开来啊。一般呢这种花呢都是和玫瑰园混种，玫瑰还没开的时候呢，春天早春这个花呢就已经开得很旺了。我现在呢是冬天了，12月底啊，这个花正健康的呢，特别的漂亮，留了一些种啊，明年春天的时候呢准备种在玫瑰园的其他地方。今天呢我是来修剪玫瑰了，准备种剪，冬天就到了。谢谢收看。